你的状态在戏里面，我看不到小 S， 我看到徐熙娣 the actor。演员真的，我看到超好啊，状态超好。谢谢大家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你以前都是亏我啊，我喜欢被你亏。你突然间称赞我，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当然是假的、啊，没有真的啦。小 S Melody Drama Queen 合体，浮夸晶晶体秀塑料姐妹情。对，很多时候、欸、小心小心小心，谁陷害我？小心，这个访谈真的很难哎、小 S Melody 两大 Drama Queen， 康熙结束后久别再冲锋， Melody 离婚后美出新高度，小 S 还以演员身份挑战大尺度床戏。第一天我跟康仁根本就还不熟，就先拍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戏，然后最后晚上就拍在办公室的状况，对，就要拍在办公室跟在床在窗户前面，窗户还有在那个办公桌上。Oh my god, oh my god！ 你是说把那个 paper 这样子？对对，弄到地上，然后把你推倒在桌子上那个，然后我们要同时达到。Oh my god, oh my god！ 那回去再亲老公，感觉有不一样。没有亲老公啊。这部戏里面是这种问题就跳过，真的很难嘞，好难哦。You know， 根本不会想要看什么对方的。I know。You know me, right? I know。未来尺度更大，更大？你说真的三点全露吗？你可以拖到哪里？射箭那种？不行啊，射箭不行。三点全露，我得是梁朝伟。哇，演的。大 S 有去试镜那个射箭。射箭对。你要不破姐姐啊？那什么色情狼？色情狂的表情，你不要，你拍他有多恶心？你要突破姐姐，好恶哎你。没办法，还是没办法。因为有小孩，真的是没办法，那是永远的画面。听到他离婚这件事情还蛮惊讶的，可是我觉得他离婚之后的状态很好，就是还是那个常大笑啊，然后脸也越来越漂亮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他状态应该是很好。这一路很多年了呀，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，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，谁没有苦呢？你们也是看着我们长大的。你根本就很想演了你。对呀、啊，我是嘛 drama queen， 我觉得要会沟通吧。会沟通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真正的呵护你，要倾听你，要心灵的陪伴。但是姓氏方面也是要合啊。如果他非常会倾听，然后那边超小，你 OK 吗？可能要再思考一下。就是要 good fit 啦，就是要 good fit， 不管是 emotional 还是怎么样，都要 good fit。